24年前，为什么他是爱上我姐而不是我？喂哟喂喂喂！音乐，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很美啊。因为他很美，所以我玲玲很可爱、啊。哇！他除了对我姐好之外，他对我也很好，然后他对我妈也非常好，全家人都照顾到。对，因为有一次那个每次我妈生日，我就顶多就是给红包啊、送花啊什么的。然后胸部竟然连我都不知道，就是我妈生日那天，他就突然说妈妈，然后他就放了一个影片。然后因为我妈也是那个追韩剧的迷，对，她当时最喜欢的那个韩星是车仁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然后她就请车仁表录了一段 video， 做 video， 说，而且她还讲中文。哇！车仁表在那个影片里面说：“徐妈妈，对不对？”对对对。徐妈妈，祝你生日快乐，我是车仁表。然后大家就说 ：“Oh my god， 车仁表，而且还讲中文。”然后我妈当场就泪流满面，然后就啊，怎么了？反正姐夫说，姐夫我很喜欢那个孙喜九，就是演那个《出走日记》。然后我就是说，你快点去帮我跟他那个，就是认识一下。对，我常常烦姐夫这件事，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烦？啊，귀찮은게저이렇게그렇게많은사람들을알고있지않아서제가李炳宪啊，병원이는어렸을때친구긴한데可以吗？小时候是朋友。录影片，录影片，录影片，冰冰的朋友，真的烦人呢。안보지너무오래됐어所以他在手上没有巨星了。阿 B， 지훈이친구아니뭐그렇게가까운건아닌데좀이게좀你问他为什么要埋藏这件事？隐藏吧，埋藏，埋藏是物品吧？丑陋干嘛？我就怕你这样。隐藏是对的。귀찮게왜이렇게？你为什么要一直烦我？来台湾第一次动怒，现在你为什么要一直烦其他人？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烦其他人？나는귀찮게해도되는데걔네들왜이렇게귀찮게你可以烦我，但是你不要一直去烦其他人。你约他出来，我也没有烦他。新的里程碑，他是我好朋友啊。